有灯光啊。嗯。那人去哪里了？前面。小弟弟，好美哦！来走，他们在前面看呢。这真的，这真的，它只是动的，它只是动的不明显啊。鱿鱼到了，我要大王鱿鱼。
个本村哦，大概也只有这么大，还蛮大的。我们要走了。今天我们去吃晚餐，会有海胆、海参，然后刚才看到的鼠鳗的宝宝，有的时候也找得到，但是那个就要很幸运、很幸运的等级了。然后像是海星啊等等的，都可以在这边找到。是黄鳝鱼，是很纯正，就是在往南，再往南几公里就是农村。追这边呢、啊，有鱼吗？应该没有，这个是培养这个浮游动物用的。浮游动物。好，那不过呢，我想啊，今天呢，这里面是没有特别在培育什么的，这边平常是拿来培育丰年虾的。我们会把这个虾卵啊，会不会虾卵倒到这个池子里面去？这个虾卵是风干的，它大概呢可以放个5年左右哦，然后你再放进去的时候它还是孵了出来，真的、哦、很厉害，对，它的生命力很强，因为这种虾都活在那种内陆的池，那个湖泊啊，可能有的时候湖突然干掉了，它们必须度过干季的话呢，真的、哦、所以才有这样子的生命力。好神奇哦。你把这个虾壳碗放进去的时候呢，壳会往上浮，虾盆底往下沉，来，手不要放进去，刚才有说到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从下面呢、啊、去把这些虾收集出来就好了，因为下面电脑开关可以打开来。那这边除了像是丰年虾以外呢，还有像是轮虫跟老脚类这两种啊浮游动物啊。
像母的动物的话呢，人的肉眼就看不到了。那为什么要培养这种小型的母的动物呢？其实就是因为小鱼要吃的，小鱼要长得很小的，可能长得比沙子还小粒。那这样子的小鱼呢，它如果直接喂它吃大块大块的饵料，似乎它吃不下去，可能一个食物就比它本体大个几十倍，它当然吃不了这些东西，所以我们会喂它吃浮游动物。那会喂哪边的鱼呢？我们来看这边。哇，来看这个怎么样？鱼有点软啊。我们在前面呢，没有我们头胶，头胶就是这个，就是可以摸的水母。然后在隔壁另外一种鱼啊，它叫黄金鲳。它那个水母，来，你先坐下来，妈妈调整一下。大小适中的来摸了。有伤口能发炎的。有伤口比较容易，可能被它刺激到啊、哦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摸摸吗？哎呦妈呀！摸的伤口，我的是把它抓起来。看上去，哇，好疗愈啊！Oh. 好，来摸的时候啊，用指腹摸，不要用指尖戳它。好，我会顺时针一路传过来，大家可以摸摸看。马上摸一下。哇，好可爱啊！啊，好正点，对对，要是摸一下。好，来，摸一下，我要传到左手边来了。手快，摸一下。哦，对不起。哇，好软哦，好像果冻啊。来，这样太有力了。哇，很软呢。不是你在摸？还要摸？等一下，你的手不够小。你看，你看阿姨在摸。哇，你要摸这个。来，我这样。还会翻吗？对，所以它有个深色的。哎，浮上来了！哎，有，来来翻，好，好棒！哦，丢一点一点吗？没有，这是冷冻的了。气嘛，再来呢，要放铅块，这个叫铅块啊。铅块的话呢，这个有2公斤重，我就拿拿看吗？有2公斤重啊，可以传下去看看。可以啊，哎呦，很重，可以吗？